想吃红肉不？想吃肉夹馍不？嗯。想吃？行。我也想吃，去，你去买肉，我来和面。穿这个冷不冷啊？骑摩托车。不冷。感冒了，这。那你冷不背？去吧，去吧，去吧。走，去看有没有肉。放点开水。掏袋。熄火。给点钱，阿丽。送水的。行了，让他放炖着吧。放姜，我开始打电话。你打电话在哪？我吧。在哪？散会了啊你。说啥事儿？叫你了我。你中了，你说想我，害怕你想我，有想我的钱了吧？想钱了吧？姐姐，啊？啥？我说我看你发那短信不回国了。下个月就回去了。怎样了？想你了，快点回来呗。说啥事儿？你说想我，我害怕你想我。你咋就想气儿了？想气儿了？说气。เราตัวนี้มันเห็ด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เกิดมาเรามีเราเห็ดเอาปะ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นี่เราปีเดียวจะเจอแล้วจะไงเงี้ยยาวจะไงจะละ我的鼻子都高他的鼻子也高还假的这家并不明他说那鼻子是假的给那给您一大个招呼。Hello。坐了，你说啥人？回来呀，宝宝。姐姐，过来来，姐姐看姐姐，说姐姐好。来，过来。你说呀，说姐姐好。Hello。马屁屁。你说你都不会说，喂，你说半啥人儿？你说啥手啊？我下个月回去了。我看你发了那作品跟那个衣买，跟那啥衣裳了。你听我买的啥衣裳？他能穿得住呗？哎呀，这当娘的人了，还符合他的气质嘞？那都你个表，你个小女孩，快吃，蹦个户嘞！老二，给他买了那衣裳都不符合人家的气质。你看这有的咋弄呀？俺用那个面前的弄的。你弄个最有的是吧？你好了不学了，光学的那五七八糟的东西。哎呀，换手机了吧？啥？哎呀，换手机了。换啥手机了？嗯嗯，换个，我不知道，换个试试吧。那你换个碟吧。
换手机了，换十四吧，我才用十三了，你用十四吧。你这是我回，我有个华为手机回到家给你用。那你回来把你的手机给我吧。嗯，换手机了，你直接换个别厂了。没钱了，你买十四。想你了，宝宝。你说想我了，你就是想手机了。会有，我真想你了。你那个嘴，抓紧我弄过来哈。好。我看见我头疼了，你别念，光就是想出谁出来那个脸上那个十八九岁小孩儿弄了，弄了跟那个鬼一样似的了。想你了吧，快点回来吧，我知道了。说想我了，都是这事儿啊，换手机了。啊，变帅了你。呀，装，别夸我了，妹儿，你夸我，我才知道你想我现在好了。没钱，我忙着办结婚证，回家我的手机给你用。那不得到啥？那不得到月底了？下个月回去，这个华为给你用，啊。等下个月你才回来了吧？那先下个月五六号吧。啊，都快想死你了，宝宝。嗯，想手机，想十四了吧？你上个月你还说这个月月底回来了。回不去，结婚证没办好了。啥时候办好啊？月底都差不多都拿出来了。我等你回来，让我给你买个便宜，还有你买个小礼物。哎呀，中啊！你把你那个嘴弄过来哈。我知道。手上还得给我撇喽，你要不手上还得嚼喽。我今天我都嚼去，我把那个嘴给揉弄空去。手上还得。嘴有的弄过来，手啥个的，你不接了，我回到家我给你劈断了。好。装在这儿吧，你说你穿啥？把手机拿在这儿，你穿啥？穿那个钱。冷不冷？冷。冻了轻，要冻得上医院的大病医了都不冷啊，输液也都不冷啊。快点回来，宝宝。啊，都是把我里边弄的红烧肉了，像吃肉夹馍了，一模。中。嗯，这是。胡德元，我的手机给你用。中。跟他留意，拜拜。拜拜。嗯，他说回家给你买礼物。等你回来哦。你说啥？啊。等你回来哦。嗯。胡不？嗯。嗯，嘴抓紧弄了哈。好。你在这吧，挂了吧。你手机先用的吧，后天我手机给你用。哦，那开门。喂。夸个户老拖哈快。我们老人可能熬，可能熬不了啥。哦，好虚，抽那么长干嘛？抽的跟一条长虫一样。好学吧。把它压在下面呢。我来吧。你看你赶得跟牛舌头一样，我的个乖乖！我来吧，你这赶成饼子了，等一下，赶成把面都赶死掉了，死面饼子了，这是吗？就这样卷过去，把它压在下面，知道吧？哦，我被弄，这不就成了吗？手跟脚一样。好了，妈妈，你这叫弯。
我刚才怎么做的呀？嗯，搓成长条就行了。你看我做的多漂亮，学的还早了，学的还多呢。行了行了，不用搓那么长。压个面还有两个手压。对。爸爸去哪里了？放点汤，再倒点汤，好吃。给爸爸。肉放少了再吃，你再放。放水。汤水。哦，你的妈！嗯。汤，嗯，给爸爸吃，吃吧。给你。你这又穿的什么衣服啊？不会。做了这么多次了还不会吃？嗯。嗯。拿花。咔咔咔。咔咔。锅头跟烤。等下再下碗面条。麻烦哦，我给你带啊。哦。喂，送。都吃两个了，你一个还没吃完呢。